超级星期天有超级任务是亮哥，对不对？那我不是主持人，我是不是？今天我们要接受任务呢，就是他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哇，这是我们金门县的议会的议员，我们金门县议员陈玉珍，陈议员，哈，国民党籍的陈玉珍，陈议员。哇哇哇哇！我刚刚看到他出现的时候，这是本人吗？这是不一样吧？这个肤质，你确定这个肤质？你确定这个不是你妈妈哈？这个如假包换的陈玉珍。我的助理做了什么事啊？让你给了你一个不可能任务，对吧？那我知道你平常问政很辛苦。偶尔我们还是对自己好一点。服装的话，我真的跟议员建议，就是全身上下，我觉得现在比较有价值留下来的就是这一件。一个政治人物，如果你当你有美感的时候，你还会觉得，那表示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有美感，哇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整个改变，各位朋友有没有变？我们现场的朋友，在看直播的朋友，还有我们现场的朋友，大家觉得有没有判若两人？掌声掌声。就是一个大地色系，这样一片过去就可以。然后我就会在这边帮议员稍微画一个就是自然的眼线，靠近他睫毛的部分，一撇过去就可以了。他的皮肤比较黑，在选择颜色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？有，我就会建议是那个亚麻色系，这时候腮红就用粉橘色，因为看起来比较年轻，有没有？你看他其实有上跟没上的皮肤就会差，有没有？有差，对。可以改变，对，就像我们呢，议员想要改变金门的未来是一样的，是，只要有心就是可以改变，只要有心就是可以改变。